OK， 即就是讲，伫拍比的部分，你会当每一年会当摕到这个预防性的因为你的表真侪，但是伊只有一个表，你大家去check，就是讲我比你做这个，比你做这个，这是拢伫你的保险内底，你应该有的权利，啊，你知影无？你若无的时阵，五十一样个提出来，吼，你若抽出来了，你就当家去交。哦，我这个做无，这个无做，我应该会当去做，你能去提起来做，吼。所以这个是五十一样，我。医生会旁边，但是你有这个权利啊。你有这个权利啊，伊就是讲，这个车内底吼，你这样，没有这个这个保分的吼，这个保分的，这个保分内底有一个表，伊叫你去 check， 这个伊老这个空间，伊叫你去 check 个，我唔错个 ，yes or no。哦，你唔做我咧，所以咱有真侪观念嘛。你的保险内你都唔知，你有你的那个。是啊，这是咱个医生要求，医生主动对咱讲。你知影你咩个要求？你知影你咩要求？哦，你就讲，你会当，咱做阿就甲你大家介绍，讲你是算什么款的 package， 就等你甲你介绍吼。但是你若不管你算怎样，你会当照这个表，你是讲，哎，我这个有无，这个有无？就是政府方面，方面我就应该去做一下。人民币还是十万块的哟。这个关于这个公务员相关的，你算了最高，而且不来的几率也大了。联邦医疗保险无开existing condition， 拢无。联邦保险干呐唯一的 preexisting condition， 肾脏病。你若肾脏病的时阵，伊毋是讲甲你排，伊是直接甲你照顾。我想。叫牺牲对吧？牺牲。啊，你那是六十四岁以前的人吼，伊即马奥巴马克还未，以前2014年美联才开始嘛，所以到底伊要设计到什么程度，无人知啊。所以无人知讲伊提出来是讲，阮保险公司内底。我们公司要设计啥呢？伊要根据联邦的标准，我滴有啦吼，伊是根据这个 Medicare 已经存在啊，伊来去 copy 迄个物件啊，摕落来用，摕用65岁以上的这个 package 摕落65岁以下来用。啊了，保险公司你制定出来这个 program 一定要比联邦规定更加好，更加好是实在，较俗较好安尼对咯。你的 benefit 袂当比伊较少。如果规定啥 ，A、B、C 一两三条，你就爱个一两三四哦，加一寡物件出来，即个啥？所以即马到底是啥？就是无人知影，因为拿不出来。哦，明年加号车才要开始，但是当即，阮估计吼，明早今年要到最高位啊，就已经出来。因为保险公司的人，你若要去对这个物件，你第一要去受罚，第二要去考这个 permit， 要有这个执照。这真困难过，就是哦，你要去弄 get ready， 到你当下做这样子哦。所以就是讲，这大家介绍，这因为我今仔甲你讲物件真侪啦，真侪物件，有时间来甲你点着，啊，但上回你等于你当看，哦，你上回你来记啦，五十一点对你来讲真重要，对啦，吼。OK， 过来这65岁啊，就这就是讲，伊介绍你讲，你要安怎去选哦，要安怎去选择啦吼，这个Part A、Part B 吼，就是讲咱头先讲的，这个 Original Plan 跟 Arrangement 要安怎去选择，伊安怎做做个介绍吼。
后来就是这里第六十五页的时阵，伊就甲你介绍讲 ，Medicare 是安那时阵在变 Medicare， 这个差价保险是啥？我只要拢跳过，后尾你唔免讲迄个，我第三阶段会甲你详细甲你介绍一条吼。这 Medicare 的时阵，伊内底分内底遮侪部分，可能分 A 加 N 吼，内底遮侪部分，伊内底甲你播啥物内容吼，内底拢袂讲真清楚。Hey. 简单来讲啊，吼，美国所有的这保险啊，拢都是针对美国国内的，拢对国内来讲，海外你以为是干呐讲，你那是伫顶级的部分，假使讲到车祸了，啊，来拆前三年病，迄条你就当证明讲是顶级的部分。安尼时阵，你若其他所有费用，就是讲就来这边签。啊，那无的时阵真困难。哦，伊主要就是讲，拢感觉。所以这个来就是啦，对，八十七条来咧，甲介绍讲，这 party 来这，等下我甲较大家较详细介绍。这 party 来这就是讲，你哦，拄开始的时阵，你的负担有偌济，你的支付看偌济，支付看了，你吼、哦。啊，保险公司甲你，你的你选的迄个计划，伊甲你出75%，伊来出25%，啊，你去到一个范围，就是讲你的药啊钱，每一工2970块是用了，你就伫你迄个账单号内底，迄个账单号内底你就爱甲伊出100%哦，了，你的一年的医药款啦，你接到4750块的时阵，一年啦吼，4750块的时阵，你就啊保险公司你的迄、那个。有迄个部分，伊来出85%，伊来出5%，大概是这个范围。所以，每一家公司是每确实一百八十五，啊，但是你是不适配。对，我等下甲你介绍吼，你啥物时阵买啥物？这个你做一个，我怎么用两千？所以我要问我的时间是上去，你我看到你不能干了。我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这个跨地的部分啊，这个过程，你要买药的时阵，你有去真正问题来说，听讲，哎，这个药足好个对无？啊，你要叫迄、那个你的迄个公司啊，甲你开迄个药啊，伊有资金个对无？伊有就是吼，即几下即几下付了，伊也去包了吼。你要先个试讲，这个较俗个药，这个较俗个药会下无？啊，未下了再跳去试讲，另外较贵。有一定的规定就对了，这你就爱甲你的迄个pharmacy去配合。了就是讲，伊内底有介绍，这是第一，伊吼是讲，你计收入的时阵，啥什么计收入，就是讲，你的一年你的年薪，若是讲新学生单身的时候，你是16000块，你的 income 吼，你的收入问题，你就当 get extra help 就对了吼。啊，你但是你要你的 resource， 你的资产，你袂当超过23块了，对个吼。你若是讲 married couple 结婚的人，两个人，你袂当收入超过20000，啊，你的财产袂当超过20000。这是就是讲你的 party， 你若要 extra help， 就是这个部分。那么他主要是大家介绍讲，你用白卡是啥物事吼？白卡就是你打开你的迄、那个 Medicare 的部分，就是讲。你的收入大概爱比维持伫即个800几块、800几块左右。你的资产应该会当维持3000块左右。有真侪人申请白卡，哦啊，有一个所在爱大家去注意，就是讲，实际上有的人是财产，是无财产，啊，无安尼转就无财产了，对。但是你爱。会叫你讲后一日啊，你若讲过水期的时阵对吼，伊来去查了，你就知影伊讲系，
你该处理对。所以这个部分爱真注意，就是讲你若是这个时候你确实有符合，你才会申请对。啊，若无符合时阵，去政府，因为愈来愈侪人用这物件，伊嘛爱想办法啦。我要来补充政府的意见啦吼，就是讲政府有个架构人民无对啦，但是咱莫 abuse 这个概念对啦吼，是讲真正需要人去享受。啊，但你若讲加 abuse 就确实无好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就是讲你有啥物观念啦吼，即大概即个好，我即马咱用啊，都超过十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讲真正的目标，我要甲大家介绍，伫这个第三部分。这个第三部分就是讲，第一要了解就是讲，这个联邦医疗保险分 Part A， 啥子 Part A？ 就是大医院、许多大医院就对了，吼、哦，这是 Part A 就对了。啊 ，Part B 简单讲就是讲，你若是去看医生，门诊的部分就是 Part B 就对了，吼、哦。那过来就是讲，伊两千公人来了，联邦讲每一个人拢爱买这个处方药。那这个 Part A、Part B、Part D， 伊拢有一个规定，讲伊当时爱入去。哦，你若是伫迄个年龄你无就是又来 penalty， 哦，又来一个处罚就对了。处罚就是讲你将来若要入去时，你也不，你也不用用它。哦，啊，这阿拉骗了旅游，等下来介绍。那这就是讲，这个 Part B 的部分，这个门诊的部分，因为你的 copayment 是 20%， 所以 copayment 你若讲当时你看医生的时候，还袂少钱的。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你就爱考虑的讲，比如这个啊 supplement， 这个 supplement 就是讲这个差价保险的对。这就是原有的，哈、啊，原有的联邦医疗保险，伊设计的这个系统。不要啊！两千多人，迄人做真侪改变了。这个 Medicare Advantage Plan 才叫出来。这个 Advantage Plan 就是讲 A 加 B，A 肯定不是 C 的对。这个部分，那这两对隆重是最上有包括的保险保，我拿到了代表的 HMO PPO Private Fee for Service， 还有这些来看，啊过来就是迄、那个啊 Special Need 的这个会来对吼。啊，当然 ，most of大部分的这个医疗 policy 的我拢有包括 D， 但是无 guarantee， 无绝对的对了。所以你爱 make sure 讲你的 program 的这个 D 的部分，啊你若无你来这边就对了，这个是 D 的，这个。后来，这内底呢 ，Medicare plan 内底吼，除了头头了，这个部分已经是监管这个介绍过了。下骹这个部分就是讲。A 的部分，什么时阵来申请？就是讲，你若生日，吼、哦，是讲我五月生日对无吼？我五月前三个月，所以二月、三月、四月，我就当去申请，申请 Part A 就对了。那么我买单，以这个六月七月进来，所以前后弄七个月就对了。吼、哦，你出你生日迄个月，不管你倒一天咱外国，不管。你前三个月到后边三个月，七个月内底你要去申请。你若无申请的时阵，伊袂处罚。啊，有人讲，啊，我来美国啊，还袂遐久，对无？哦，你来美国才过几年，所以你就实际上你无符合这个 Medicare plan。但是你六十五岁，你超过六十五岁啊，你一定爱买 Medicare plan， 所以你那个政府买。政府费是爱钱，等下电视咧配以外，来讲爱偌侪钱吼，伊有一定的费用对。所以你会记得就是讲，你来美国，你若超过六十五岁，啊当然，啊佫有一个前提啦，你若讲 disable， 你讲残障啊，从迄、那个迄是另外，你唔免六十五岁，你就通摕这个 Medicare。啊，一般人你若是讲一般的情形啦，一定爱六十五岁以后，啊伫美国有工作四十，就跨到十年以上就对了。哦，你若无工作，啊，四十岁考的时阵，你有迄个查个啊，也要政府了解。咱若有真侪同乡，伊是对，啊是讲对台湾来，啊是讲去日本才来的了，啊来遮了，逐项拢无啊，伊拢无，但是伊有钱啊，伊会当政府了解。